别哭了，别哭，别哭啊！来跟着爷爷，爷爷，回家了，爷爷看看你啊。嗯，好。跟着爷爷天天陪你啊。你好，阿姨。哎。你好。阿姨，你吃饭了没有？ 没事，我上抖音那看人家电视上看的。姐姐，你在家呢？你在家，明天下午回来。啊，他们要放假了。叫奶奶。我说，奶奶。小李，小李不在小孙家那儿，咱你跟那边，急不习惯生活。有一点点不习惯，呵呵还好。嗯，吃的蛮天然的。他们。 调料我放的少，记着吧。不记人，他们那儿管热了的，人好多啊。等一下，我回去了，我回去了，画的，你进去帮我看看啊。啊，要得。阿姨，这个是我妈妈。你好。你好。啊。这个是我爸爸。大家好。你好。爸爸呢？ 在这儿来，我给他，你不给他聊啊。妈。哎。爷爷，叫爷爷。爷爷。爷爷，你们看爷爷啊。看豆豆。好，看豆豆。 家里有什么东西要？你给他说我买。对。妈，他有。刚刚点的。哦，他钱没有用完呢。他有什么东西？你给我打视频，我给他买。 嗯，你爸爸在给孩子打东西吃。哎，阿姨，你问阿姨，我都想死了。我也想你。等你玩不起，他刚卡住了。等你玩不起，他刚卡住。哦，对，总是卡住了。对。我总是卡住了。看着又看他的爷爷，他哭。 爷爷出去。别哭了。别哭，别哭啊！来跟着爷爷。爷爷，回家了，爷爷看看你啊。嗯，好。回家，爷爷天天陪你啊。阿姨，谢谢你，我回来我给你做好吃的。嗯，好，我们回来带你玩不行。 哎，吃饭了。肥哎，几刷刷几刷刷哎哎。刷刷哦哦哦，三个水都出来了。老李，请你吃菠萝蜜啊！菠萝蜜。嗯。这个菠萝蜜多少钱？那个七几块钱，七八块钱。十八块钱。嗯。那你尝尝。嗯，好吃。小张哥，这个在国内怕是得两三百吧？这个我估计至少得二百。至少二百。 而且他们这个很奇怪，你没发现？他切开之后里面没有那种白色的液体。在中国的话，吃这个东西好像要弄个塑料袋把里面的这个汁水吸掉，要不然他会弄得满手都是，而且洗不掉。他那个好像没有。我吃的比较少。来呀。
好吃。这个很干净，你看，没有那种白色的液体，很少。好不好吃？给我吃一口。要不这个给我吃。啊。它这个可以好，我给你留口看看。刚才要好的可能可以吃吧，然后你这个可以吃。怎么吃？拿着火下面给它烤一下，烤一下熟了就吃。哦。把这个皮剥开再吃。哎，菲力。哎。这个是从家里那边带的茶叶，给你妈妈。这个是茶叶，对，茶叶。我想跟你说谢谢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老李，阿三在公司里啊，可以说是在Tanzania，马里基维萨呢。他说非常感谢你给我爸妈帮助我，我来Tanzania，说都是你的福气。老李，阿三在老师在公司里啊，可以。我妈妈说：“谢谢你给我爸妈，以后不是你的，我不了定。”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是他很努力，很厉害，很勤劳。好了，我给你去。啊，我你哪里才弟弟？说非常感谢耶稣帮助你。是你的妈妈还有你的爸爸教你教的好。就是你比较勤快，然后有我们那边有很多人喜欢你，所以可以这么快回来。主要也是前几年机票太贵了，然后现在能回来看看爸妈，以后也会经常回来看。俺哥连不接去，俺哥在哪里才的？阿福，俺不接，我老子不能回家。挑的好。我妈妈说非常感谢你来对你谈谈你啊。这个是我们中国的茶，不知道您喝的习惯了。如果喝的习惯了。但是他很喜欢喝。我回去了，我到时候再给他寄一下。俺们阿乖的阿大姐，俺们过着没有感觉。他说这个可以，他喜欢喝。好，到时候给他寄。这喝茶还喝出来喝红酒的。对，行，不一样，但是你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好喜欢你，我给你干杯；我不喜欢你，我不给你。哎呀，刚才去看过，我给他拿三杯弄弄。哎，我爸爸妈妈，他想跟你联系，他不可以说只为了工作跟你联系，他真的好喜欢你。我也不会说这边的话呀。他为啥要跟我说？哎，我也不会说，你让就算是让我说中文，我嘴巴也不行。他跟他撒野过来吗？我看起来就是老一种，我看起来就是家里你说你干嘛？如果吃了不要彩礼，有房子有车，我爸妈就想给你送了。不要彩礼，不要车，免费的你都不要。没有，不是。给你送了不送红包一样、啊。不是这个。你怎么不要？你看把老李都搞紧张了。没给你，真的给你送红包，老婆你都不要。不了吧。这个说实话就是我们那边结婚主要看缘分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就是互相喜欢才会结婚，如果不喜欢了就不会在一起了。对，他在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再给你送红包。我要是娶一个这边的老婆，你看我回来要花几万块钱。那比彩礼还贵。下面的彩礼你都挂一点，然后没费用。然后我这个
过来点外卖也不方便，吃饭也不习惯，没事，他还不会说，他不会说中国话，没事。老李不敢要红包，他要吧，他肯定是他不好意思，他不好意思说。马上悄悄给我说啊，那不用了。反正会多个家过来搂搂。啊，他叫爷爷了，你看，他不怕了。第一天来的时候还有点怕。